我先演吗 ？Yes， 来吧，看一下不一样的你，已经入戏了。表演准备开始。 老板，我要点一份麻婆豆腐，不要太麻。也不要太辣。还有啊，千万不要放葱花啊。老板，你快点吧，我已经2天没有吃顿饭了，减肥减过了，快点啊。 好，来，小陈，喂，老板，给我来一份那个麻婆豆腐，有没有？听不懂，麻婆豆腐不是麻婆，我没骂你，我要麻婆豆腐。 哎，对对对，那个你想着点啊，我要那个就是水嫩嫩的那一种，我不要那个老豆腐，不要葱花啊，千万别给我放葱花，我在那个皇帝宫来，皇帝宫，真在皇帝宫来，我没骗你，哎呀，这哪儿的方言？横店有个皇帝宫，对对对对，广州路上。 你在那个门口说你找嫦娥，好，再见啊，谢谢啊。